报告班长，我是一营三连六班的杨洋，今天来炊事班帮厨。还有点样子。这个铲子怎么是跟咱们在家里使用那种铲子？家里使用铲子基本上是圆的那种，有弧度。它这怎么跟那耕地式的那种铲子一样？家里那是人吃饭这种比较少，像这么大的勺子，只有咱们这种大锅菜。大锅菜用、啊、对，在这个工厂啊、学校啊、部队啊这种有集体的地方，都是用这种的。哇！全部倒进去吗？先倒一袋吧。好有成就感。哎呀，你来，咱们。哎呀，缓一缓。走。哎呀，咱。哦，我收拾收拾。嗯，没有，没。好。看我常常会的，不错。咱们直接开饭吧。啊？大哥，你没做过菜，你就敢给我们吃啊？那个谁那有银针？不是，估计他就切个菜，然后炒两下。不是，你碗也不给我放，都你放啊！盐是一大袋，全部撒进去。完了，咱们三连坐到这儿上。什么东西？那是第一次下厨，鸡肉，第一次做。那第一次，你拿个碗，大烩菜。洋洋，全是你儿做的，这锅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来，切一个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不是我现在我和于晓彤是发明了一种新的庆祝，来看啊，杨洋棒不棒？棒！怎么写他棒？咱们庆祝一下啊，二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